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哋日更频道啊。嗱，我哋呢集咧又同大家睇一啲新香港人中港婚姻嘅神奇故事啊。咁就讲紧啊，有个女人咧，大陆女人啦，就话喺饭局啊识咗个老公啊，跟住个老公咧仲送咗100万俾佢，决定咧3个月就闪婚嫁俾个男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一个新闻讲啲乜嘢啦。咁有一个39岁嘅湖南人妻就接受媒体访问啊。咁佢又冇讲自己叫咩名啦，就喺影片度提到啦，话自己14岁嘅时候啊，个老豆好早话死咗，个阿妈咧读书唔多，成日俾人歧视同恰啊，就系姐姐乜都唔识，而自己咧就读书读到初中就投身社会。咁当年啊，由湖南去深圳就揾同学聚会啦，喺宵夜饭局之间咧，就朋友搭朋友就识咗一个大佢14岁嘅香港男人啊。当时咧大家都冇乜点讲嘢嘅，之后又翻湖南啦。呢湖南女咧就提到啊，个港男咧喺朋友嗰度攞到佢嘅联络方法，然后啊就主动同佢嘘寒问暖，问咗点解唔去深圳做嘢啊？咁佢又回复啦，就话希望同个家姐咧喺湖南嗰度就开服装店，咁知道呢个女人冇钱之后啊，哇！这个港男好阔佬啊，佢借出60000人民币，令到佢咧觉得啊天文数字啊，然之后个港男咧一个礼拜又问佢租铺啊够唔够钱啊，咁啊当时知道佢唔够咧，又再省多30000蚊人民币俾佢，相当之豪爽啊！而佢哋当时啊只系识咗10日咋，个港男已经俾咗成90000蚊人民币佢啦。而之后啊个男人咧知道个湖南女人啊就嚟生日啦，佢提议佢一齐去深圳聚一聚啊，仲讲明会送生日礼物啊，连机票都当佢订好埋啊。个湖南女人知道对方对佢有意思啦，当时啊就觉得个男人咧好成熟啊，咁如果识10日俾到10万蚊你，等于系10000蚊一日，咁啊真系几成熟嘅啊！仲话佢好有绅士风度，会为佢拉凳同埋呢个递食物，跟住3日之后咧，仲一齐去海南岛沙马市喺有泳池嘅酒店别墅嗰度住啊！咁呢个湖南女咧就话：哇，点解个男人咁有钱嘅？咁一边带佢去见识，一边咧个男人就做呢啲嘅酒店工程工作啦。咁2个人相处咗半个月，个男人咧翻香港之前又塞个30000蚊人民币俾佢啊。咁个港男咧当时就计划帮个湖南嘅女人嚟香港，甚至乎为佢扩张生意啊。最终咧系帮佢开铺，开到去中山，使咗10几万人民币啊。而港男放工之后咧系会去到中山同佢一齐相聚啊，每次都会送几万人民币俾佢啊，而且仲带佢吃喝玩乐，嗰时非常之大方啊。2个人识3个月之后咧，个湖南女已经讲到话自己有100万人民币啦，收咗层楼之后咧，就开始俾港男嘅诚意打动啦。个男人咧愿意出20万人民币礼金，个湖南女咧喺未见过老爷奶奶、冇去过港男喺香港嘅屋企情况之下咧，就愿意闪婚嫁俾对方，选择喺深圳买楼。但系啦，去到呢个结婚嘅时候，呢、这个港男呢已经干堂啦，啲钱呢洗晒落去个女人嗰度啊，已经冇钱啦。原来啊，个男人啊为咗追呢个湖南女呢，将咁多年嚟所赚嘅几百万全部抌晒佢身上啊。嗱，咁佢今次算好彩啊，个女人呢将对方所送嘅钱呢就攞返晒出嚟买楼，话当时用咗370万人民币啊，咁都係计数啦。咁如果当时呢佢攞到370万人民币出嚟嘅话，咁即係话手头仲有钱剩㗎，唔会话攞晒啲钱出嚟淨係买楼㗎嘛。如果咁计，个男人係几乎呢将自己毕生嘅积蓄抌晒落个女人度啊。好彩呢佢就叫做肯攞返啲钱出嚟买楼，如果唔係
血本无归喎。咁然后呢个湖南女咧就同个老公生一个仔啦，而家一家三口喺香港就住紧一个面积1300平方尺嘅向海三房单位，月租50000啊。话每日啊坐喺睡房啊都要搽防晒啊，晒到晕啊。呢个啊夸张咗少少啦。咁佢仲话工人房咧有独立厕所，兼且有淋浴间，系方便工人使用啊。个湖南女啊形容啦，而家住嘅单位好大啊，反而咧个老公同佢喺深圳中山买嘅单位就比较细，同埋喺香港咧而家有3个单位出租都系比较细嘅，就唔方便佢第日安排阿妈嚟香港住啦。咁个湖南女话而家每个月开支咧系20000到30000，但系佢就经营护肤品生意啦，一个月啊赚到几十万啊。佢话而家佢自己一个月赚嘅钱都唔会比个老公少啊，但系仍然有时候工作咧都要做到凌晨3、4点啦，话继续努力赚钱啊，就希望咧帮个仔去英国留学啊，话500万啊，肯定要准备噶。然后佢话自己唔中意香港啊，又强调啊唔会再留喺香港啊，讲到自己好唔中意香港咁。咁但系咧，你冇唔记得，你咁唔中意嘅香港咧，就出咗个港男咧，系愿意不停咁样俾钱你，去帮你做生意、买楼、送钱俾你啊。如果唔系香港，港男边赚到咁多钱啊？你谂下。佢唔咁样帮你啊，你仲想喺房度瞓觉，仲话搽防晒，唔好傻啦。咁睇一睇佢条片度讲啲咩啦，咁大家欣赏下啦。他回香港，我也觉得应该就结束了。但是走的时候，他在我的包里又给我塞了3万块钱。他说你回去小心一点。我老公回到香港第一时间就是筹划怎么把我接过来，给我送一个店。帮我把货都进好了。看那个店要多少钱？10多万吧。他帮我开到了中山，来了之后他就帮我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他就经常从香港下班之后坐船来中山，每次都是换几万块钱过来，带我去洗脚，带我去吃好吃的，剩下的就全部放在家里面不带走。真的，我老公那个时候好大方哦，感觉他富二代啊，这么有钱。他是20岁就出来创业，嗯，我认识他的时候34岁了。3个月的时候，你知道我存了多少钱吗？我不知道，100万，人民币，有这么多钱呢？你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就是这么来的。来到中山1个半月之后，我跟他提了要求，我想在市中心买套房子给我妈妈和我姐姐，我就随口说一句而已。他说。我帮你买那套房子，我买的时候好像是40多万，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我会跟他结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距离太遥远了，我只是觉得这段恋情不知道维持到多久，嗯，也许就是说他只是玩弄一下。我跟我姐说我再多了50万我就回沪了，我想搞装修房子，他帮我买房子了我要装修啊，我不装修我没办法住啊，真的没有想过我会结婚的，因为觉得没有可能的。我跟你说，因为他付出太多了，最终这是后面我才知道的，因为他几个月付出了100000-200000，他肯定不心甘，所以说女孩子还要现实一点。然后我们两个就搬回深圳，我老公就说我给你打钱，你回去跟你家人说我们要结婚，你知道吗？他给我打20万，我都问了几个人，我都不知道多少钱。香港的繁体啊，我不懂啊，不认识。然后我现在想这多少钱啊，我还去问别人。后面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啊，我们深圳买第一套房子他都已经没有钱了，我又把他给我的钱拿出来买房了。他就是把他这么多年的几百万全部砸在我身上了。我跟你说我的婚姻真的是挺幸运的，亲爱的，我啥都不懂的情况下我竟然可以结婚了。我连公婆都没有见过，连他香港的家都没有来过，我就真的是这么勇敢的。深圳的房子咁啊，睇得到咧，其实佢好自豪噶。咁因为个老公咧肯咁样不停咁泵钱入去佢身上啊。咁呢个湖南女人咧就话自己啊，由穷家女变成女强人啊，佢觉得自己去深圳同个老公交往咧，等同一场赌博啊。话你唔敢赌，系因为你有优越嘅家境，或者你自己好优秀。佢敢赌咧，就因为佢本来乜都冇。谂但系咧。佢呢個講法啦，我話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啊！佢其實就運氣好啦，唔係話敢唔敢賭啊！佢本身已經冇輸噶啦，人哋一開始啊俾錢佢噶嘛，你手頭上
揸住两个月、两三个月已经揸住100万现金咯，你仲会输得去边呢？咁就算之后啊，你话结婚啊，你攞翻自己嗰300几万出嚟啊，其实你都冇攞到钱出嚟噶。乜嘢叫赌啊？赌嘅话系自己要付出，要攞本金出嚟先至叫赌。咁你都冇攞到钱出嚟，你点叫赌呢？根本就两样嘢嚟嘅，可能佢嘅理解有啲错误啦。咁反正我觉得咧，佢系一开始已经喺一个唔会输嘅情况之下去进行佢所讲嘅呢一场赌博咯。咁其实就只能够讲咧，佢运气好。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嘅影片咧，都好有机会系一啲作古仔嘅事件嚟嘅。点解呢？就系想同你讲嗱，香港男人好好噶。你只要肯开口呢，就可以在这些香港男人身上拿钱啊。那你也不要说我在这里乱说了，因为呢一开始可能是个港男愿意给钱他，那自己决定的，那这些无可厚非了。那但是之后呢，他是有开口说想买楼的，那就叫个港男给钱的嘛。那之前也都有些影片啦，就说有些新香港人啦，咁啊，新移民落嚟，然后识到个老公，咁个老公又系俾晒啲钱佢。咁其实我发觉咧，呢一类咁嘅故事同影片啊，系好集中咁样讲点样喺香港男人身上边攞到钱翻嚟咯。但系你揾唔到一啲影片咧，就调翻转嘅，系港男可以喺大陆女人身上边攞到钱，或者人哋养翻佢，或者港女喺大陆男人身上边调翻转俾钱佢嘅，咁所以咧呢一类咁嘅影片咧，其实好容易就误导人嘅，而且喺抖音啊、微博啊嗰啲地方放啦、啊，可能会令到好多嘅大陆女人以为香港嘅男人好好呃，大把钱，咁开口系咁同佢攞嘢攞钱啊，咁有啲咧呢、这个攞到干糖咧，就转去再搵第二个，咁啊发达啦，发家致富啦，唔系个个好似呢条影片个女人咁样，话肯攞翻啲钱出嚟买楼噶嘛。咁至于呢啲故事咧，真系睇下就算啦，千祈唔好当真啊。咁仲有啊，作为一个男人咧，真系要小心啊！自己嘅钱咧，其实好难赚翻嚟嘅，就小心保护好啦。好啦，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讲，下边留个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啦，拜拜。